后有的人呢，开始了，接着说吧，不行，这个谈的就不是正事。咱们今天开头了，以什么开头呢？以花对花，柳对柳，本鸡本鸡对哨子。对，从这么一句话作为一个源头，其实源头还要更早，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从这儿出来的。两种不同的，一个是从自己的出发，这是一种延续，还有一种是发展。这个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而打地洞，这是从一种繁衍的角度，是怎么传承下去。对，传承。可是你要在传承的时候呢，你没有考虑到，没有顾虑到别的东西，你没有想到自己传承的时候有一种社会性。对，于是呢就来了一个花对花，柳对柳。你不能够越族，你不能越过种族，你的功能必须要在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搭配。你这个肯定是南方人的话，你知道我们北方人怎么说，王八瞧绿豆，对哑子。你真没听过这个字？没听过。哎呀呀，我们这相亲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王八瞧绿豆，要对对眼。这句话太形象了，这是太贴切，就是那双眼睛就是对在那点儿上了，就不管你是王八也好，绿豆也好，就那个点上碰到就对了。对，你就想象一下那个乌龟王八的鼻毛皓齿，对上了绿豆。哎，这话呢还表现了一个民族性。对，北方人呢多数从追溯到他们的源头，北方多是外族，就是长城以外的胡族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当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天生具有一种发展性。他能够驾驭一切，他能够越过一切。那你要看北到哪去了，我们不是说张家口以北，像我还是属于正宗的，还是正宗的这个夫子之乡。对，夫子之乡，老杨家。老杨家，我们老杨家，杨也算是一个大姓吗？当然，杨玉环。你这个，怎么一想就想到他？对，有这一道，历史也光，你看也光彩。你瞧这个杨业，你知道是谁吗？杨业，杨业知道是谁，可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他是谁。是皇帝。天哪，你也不知道。杨业就是穆桂英的老公公，就是杨六郎他爹。坏了，我也不知道。我们杨家的事儿，杨家将，对，大家只知道杨家将。可是杨家将是谁出最挂帅的？大家只知穆桂英，你知道，却不知对大家都知道佘太君的。对，佘太君那一家。还有一家是谁呀？净记住那个平民出身的烧火丫头，杨排风。杨排风，杨排风不是，是丫头。对，烧火丫头嘛。对，所以然后他去挑头当大军。对，所以呢，就跟咱们班那个里头捣乱的孩子，最后成了最后成大器。确实，孩子不能乖，乖了不能成器。但是呢。想当年啊，说到这个再补充说明一句，孩子不能乖，乖了不能成大器。比如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小时候就是个王八蛋。又扯到王八。对。其实很多事情说到底就是王八蛋的意思。你要想成大器哈，就先得做王八蛋。幸亏你不是俄国人。这要是在中国要说一句这个总统的话，可不行。现在行不行？现在不知道，不去管他。现在有好多人也不说总统总理的好话，好像你看温家宝，他做的他就很开放，是很厚道，因为也想通了，你要是给老百姓一个撒气儿的地方，对。他把这气儿撒出来了，他也就没那么多气儿，也就算了。是，你就得找一个人拼命的骂骂骂骂，把那通火
发完了。嗯、我自己做网上的，我就想，嗯，每一次做 video 出来，都有人写发那个什么特别不好的评论。是，他要是把在我这儿把火发出去了，嗯，他就不会拿刀拿枪去和别人打架。你瞧，这样一想，我们也是在为人，是不是？舍己，舍了自己的名誉。这个叫做厚德载道，对，厚德载道。做人要厚道，一定要厚道。嗯，不管你怎么说俏皮话，对，可是那只是开玩笑，开玩笑，别当真。雕虫小技，雕虫小技。不管你怎么开玩笑，不管你怎么说，说话，你可以说话刻薄人，但是呢，你做事的时候不能真的做到刻薄的地步。对，就是因为说话刻薄人呢，把心里那点刻薄的东西都给刻薄出去了，刻不出来了，给你这么一个缺口。可是所以剩下的只有是厚道留在心里。真的，所以做事的时候以厚道为人，这个道理讲得通，讲得通。嗯，你瞧，在《红楼梦》里面，林黛玉说话刻薄吧？嗯，太刻薄了，可是她从来不害人。净做傻事儿，净做傻事儿，他从来不害人，嗯、而且呢，小丫头们真正的理解他的人是真心为他死的。对，嗯。再说薛宝钗，把好话都说尽了，肚子里剩不了好东西了，全剩下刀枪。是，再说那个王熙凤，嘴上简直就像蜜，比那个薛宝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嗯，可是。做起事情来，王熙凤是蜜加刀，口蜜腹剑，不光口蜜腹剑，她说出话来也是有力度。嗯嗯，她是好坏，青红皂白全都端上来，嗯，那么一个人，这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对。很多人呢就开始重新评论《红楼梦》的时候，就说现代的女性要做王熙凤，王熙凤才是这种标榜，嗯，要不然你做不到 CEO。嗯，但是呢，但是实际上，嗯，她的结局怎样？可是你想想，这个人要是猪要吃，猪又吃，狗又啃了，他还真做不成什么大事。你要想做成女强人，最后的结果就是猪不吃狗不啃嘛。嗯，猪都不吃，狗都不啃。不肯好，你们那边有这个词吗？有，这有这个词。猪不吃狗不啃。一方面是从本身出发，我猪也不吃，就是那个切不烂狗，就是切不铜豌豆，铜豌豆。可是它还没有切不烂，不是像切不断煮不烂。嗯，可是呢，这个关汉卿铜豌豆呢，嗯，他作为一个铜豌豆来说，他是响当当的，嗯，他很渺小，可是呢，他真的是响当当的，嗯。你要说猪不吃狗不啃，那得看这个具体的这个事物是什么了。猪，嗯，这是一个玩笑的说法，嗯嗯嗯，因为女强人都被誉为成功者。所以拿它来开玩笑，就是，你要想做成功者，就一定得让所有的人把你的玩笑都开遍了，对，就是，都开到尽头了，对对，嗯，你休想觉得你做到完美，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让所有人要有一个负面的地方来让他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发泄出来。嗯，你相信梦境吗？周公解梦。你不大做梦，我第一不大做梦。我觉得我不做梦的原因不是不做梦，而是不记住了。是记不住梦。是记不住梦，因为有些梦记得太清，记得太多了，它就失去它的重要性。真的吗？你就记一两个梦，记少一点的梦，因为它真的给你一个提示，那个是重要的。嗯，我跟你相反。我不但做梦，而且越做越多。我会因为一件事而越做越多，甚至我的梦境呢，还会给我带来灵感，甚至我的梦境给我带来启示。嗯哼，
我呢梦境本身就是启示，就是一个启示，或者是一种reflection， 对，一种反应。我们说是一种天意，其实就是老天通过另一种方法来告诉你，在说一些东西。有些人不迷信，不愿意相信，他不愿意相信、这个、看你怎么取、我也觉得自己我曾经觉得很为这些事情苦恼、因为一个梦就能困扰我好多天，然后或者我那一整个月我都为了那个梦境、而从此、接连而去的一些东西、就让我做出一些比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东西，会给我带来喜怒哀乐的。对，对我来说，我做的那几个梦是对我提醒，对你的提醒，所以我就小心。所以你不去把这件事情对、看大，对，所以你看淡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对你就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是属于那种追梦人。我很想从中，其实我有的时候是想把这些梦境挥去，可是呢挥之不去，挥之不去就是挥之不去的一种东西、它会困扰你，也许从某一种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心理障碍，那你就是沉溺于这个梦境，或者沉陷于被梦给淹住了，自己拔不出来，拔不出来是不是？可是有时候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其实什么事情都是把握住一个度，他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理解了，然后你重视起来了，完了就该了，就该放下了。如果你要是追求这个梦，不断的给自己再编出新的梦，其实有些梦是本身有这么一个意思，然后你又给梦出一个新的梦，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我叫醒溜溜，笑着呢醒了，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你让我继续做那个梦，梦到一半。我得吃。对，有时候我常常有的时候我女儿也是，我真的要咬一下那个蓝莓的 cheesecake， 你就把它给端走了。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而且是真人真事的梦，就是梦见真正的人，我们同事的人，真正的事。对，昨天晚上的梦是吃的不好，因为吃的太多了就睡觉，所以肚子不舒服。对，然后就梦见有很多不好吃的，特别多的东西，特别不舒服。知道。我就是我想在过去的，绝对是生理的一个反应，反应出来了。昨天我想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你听过好多次我跟你叙述我的梦，就是不多吗？也许我没有跟你说，你没有跟我说过。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一些什么？比如说带小孩去 field trip， 什么人都在那儿，就数到最后，突然间又不见了两个人，就常常没有。你没有讲过这个？有这种事是吗？大概，不过就是。对，就是有这些，还有曾经做了一个。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有一件东西你特别想找，这个钱包或者是什么东西，怎么也找不到，然后突然从天上就飞下来，没有，就是在一个其实很明显的地方被你忽略了，为什么当时我没找到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天意？我有的时候也在想有这个，因为好多时候，特别是比如说 Arts Night 或者什么，到那个最后就缺这么一个作品，怎么也找不到。我估计是老天在故意告诉你一些事、一个线索，然后有一些启示，我自己也想不出来。有时候我对自己的这种梦境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挺烦的，因为通常做到一个什么梦以后，当然有的是好梦，有的是不好的梦。估计你是好梦不多。好梦不多，真的好梦不多。是不是？肯定是好梦不多。所以你这样，我对自己的这种梦境，我有的时候我想摆脱它，摆脱。再说好梦不用记。
你就只记得当时一个很舒服的感受，很舒服的一个感觉就完了。比如说我因为好梦，好梦它并没有那么多的启示，真的，你没有那么多启示。我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一个梦，就是啊，太舒服了，我在天上飞，然后呢，不仅是在天上飞，我的家人都跟我一起飞，哦哟，这太美了。然后呢，看到飞过了太平洋，飞过了南极洲，然后看见底下的渔民欢欢喜喜的在捞一大堆一大堆的鱼，然后再看到海豚，在这个蓝蓝的海面跃出来跃出来，那个梦真是太美了，我今生就做过一次。我竟是被人追追追追，快追到了就跑不动了，是不是？可能是因为腿腿裹住了。那种特别美的梦，真的不记得那么多特别美的梦，也可能跟年纪有关。也有，年轻时候做年轻的梦。我曾经还做过这么一个梦，说起来挺有意思的。我在出这个，我梦见我藏了600块钱，藏了600块钱呢，然后呢，这个小偷就来家里就遭遇小偷了，那小偷呢，他不仅没拿，小偷他开始是拿走了600元，那个故事太完整了，我已经把它写下来了故事了，然后他。结果呢，小偷于心不忍，因为他翻箱倒柜发现我家里没什么东西，于是他又回来，回来把钱还给我了。你见到他的面了没有？从来没有见到面。幸好。就是这个，我一打开门，感觉就一打开门，家里就觉得少什么东西，就是被人动过了。然后再看桌上摆了一封信，桌上信上大概就是说你。对不起，我翻过，但是我又还来了。然后顺手呢，更有趣的是，他顺手还帮我做了一个功课。那估计是文曲星下凡，专门让你来写故事。然后那个功课文章没有办法编下去了。更妙的是什么呢？更妙的是这些说文解字，他说我看到你这个。做这个说这个造词的时候，就是一个词造一句话，这个很 boring。但是他说他不爱造词，不爱写字，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字以后，他把它编成了一首曲子。所以我那个空格，我那个学生的作业里面那一行造句的，全都是跳动的音符。很感动。那你床头有张纸有杆笔吗？一定要写下来，马上写下来。然后我很感动，我就赶快打911，我想告诉警察，我报警家里有一个小偷经过了，我想找到，其实我想找这个小偷，谢谢他，给我一个启示嘛，给我一个启发。说文解字不仅可以从这个造词造句，我们还可以从歌来体现它。可是呢，这个警察来了以后，我又开始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是得告诉他，这个小偷偷了钱在呀，可是我是想找到他，可是我就这么纠结当中醒过来了。好，下一个故事继续梦。梦梦该怎么跟警察说话？怎么编故事？对，怎么编故事？对，其实。我们生活或者警察又来了电话，又一个911，把那个电话叫去抓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把你给忘了，这个时候小偷原来藏在屋子的脚下或者怎么样，再来，小偷默默地离去，然后其实小偷自己本身也有一个故事，对，他心里头其实呢，他是迫不得已，他迫不得已，妈妈生病了，一定要缺这600块钱。后来呢，妈妈的病治好了，或者说是妈妈收到这600块钱以后，觉得我拿了别人的钱，我的病治也治不好，你去还回去，然后有这一段故事写。也许他本身自己呢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呢。正好一个音乐家在这个地方，他就把他所有的才华放在所有的，把音乐的才华摆在了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这是唯一一个能够让别人知道他、
看他的东西的机会。对，就是写这么一个小的小的一个小的纸条，小的纸条，对，小条子，嗯，真的是很好，美妙的一个创意，对，很微弱，很渺小，嗯，但是，可是却是。可是却是一颗北极星，嗯，它照亮了你前途前面的那些光明，它让你看到了前面有一个，嗯，这个真的挺好的，变成一支歌来做，对吧？嗯，估计那阵子我正在唱歌，嗯，然后看了很多，我估计那阵子为了给我女儿这个小提琴的这个学会给她伴奏，我拼命的在那里看谱子，哦，你现在会看了吗？你说我会看谱子啊？嗯，我认得那些音符，可是他们不认得我。嗯，我也不会看谱子，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自己能嘟嘟嘟嘟嘟嘟囔嘟囔出来东西，嗯，但是我写不下来。这个东西呢，真的是一个天分。我能会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哦，那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东西，这个很那叫简谱，对，那个我会的，那个我会。我是说五线谱，对，五线谱呢。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我跟我弟弟同时学钢琴，嗯，然后呢他没上乐理课，我上乐理课了，嗯，然后五线谱是我教给他的，哦，可是到了后来，嗯，他上音乐学院了，嗯，我到现在五线谱还只是很基本的一些东西，说明智力不能开发太早，开发太早就开发绝了，一点开发光了，是，嗯，对，而且就是压抑了，对，所以咱们现在没有被发掘，没有被这个淹没，嗯，只要不被淹没，嗯，小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妈妈，这是你说的，那我就不这样做，真的妈妈说的就不这样做，就是天天是妈妈年轻的时候我就不这么做，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为反，因为那个时候，嗯，那个逆反心理刚刚出来的时候，你不能在别的地方去做，你跟老师不能这样，你跟老师这样的，你就去见校长。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你发气、泄气、能够发泄的人，就是你的妈妈。妈妈，对不对？嗯，就是自己的家。那倒也是。不过那个时候呢，嗯，每个人谁没有过混蛋的青春？混蛋的青春。如果你的青春不混蛋，你就后面就是大混蛋。肯定的，迟早。嗯，那这样讲来，我儿现在混蛋是好事，以后是个笑死，那肯定是好事。对，请继续混、嗯，而且很多事情让他自己慢慢的体会出来，慢慢的体会他就知道了。生活中我小时候做过多少坏事，真是真的，嗯，太多的坏事。我小时候是怎样的？我在想，我小时候，我又回到我的梦境了。嗯，比如说我在六年级做过一个梦。嗯，然后呢，我前阵子又做过同样的一个梦。嗯，你有没有常常做同一个梦？嗯，或者是很相像的一些梦境。嗯，我常常会有这种情况。我一辈子做的梦总共就两三个，我还怎么去数啊？我眼睛一闭就开始做梦了，就开始啊，我眼睛一闭就开始遨游太空。我第一不爱睡觉，这就是一个原因。对，我也不爱睡觉，我知道。你不爱睡觉，但是你并不见得反对去上床，那倒是，对不对？对，所以你在床上有时间，在床上，我一到床上倒头就睡，根本就不行了。我明白，有的人眼睛都睁不开，思想是完全迷糊。我怎么爬到床上，我都不知道，这都是滚上去的可能。对。我常常会这种情况，我分明是非常优雅的盖着被子，怎么早上就在床底下抱着一个拖鞋？我要跟我女儿睡觉的时候也是，她盖红被，哦，她盖黄被子，我盖红被子，早上咱们都盖的白被子，
原来他把我的红被子抢去，然后呢盖成了反的，我把他的黄被子抢来也盖了个反的。行，两个都一样。对，小时候我是睡觉的时候打架，因为小时候中国的小朋友不是睡觉都是打通腿儿、嗯，你的腿对着他的头，他的腿、嗯、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这样。我们家是一人一间房，一人一间床啊。那还好、嗯、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去干校，然后回、嗯、回来有一个小房子，好几个人睡一个房子。嗯，其实那段感到不洗脚的。我记得有一次小时候感到不洗脚的就麻烦了。我记得有一次小时候，现在杨溜溜觉得这个简直不可想象，不可思议是吧？因为你可以想象他那个臭脚丫什么味儿、啊，男孩子女孩子不一样。我记得有一年暑假呢，也是我常常跟我弟弟呢会换房睡，就是过一阵子咱们。咱们搬家好、啊、对对对对对，就搬家，然后我们就换房间、嗯、有时候我在外面一间，他在里面，我在里面一间、嗯、外面一间，然后有一次我又搬到外面来了，也是滚滚滚滚到地上通一声、嗯、然后呢我还没有，就是那种痛的，你在梦中你很想睡、嗯、然后呢摔下来以后你确实蛮痛，屁股疼，浑身都疼、嗯，但是你又不愿意起床，对对对，你连醒过来都不愿意醒，对对对。这时候你就看到我爸妈就冲冲冲冲跑到我房间来，对，怎么了怎么了？对对对对对。然后醒过来的时候才看到他们俩把我拖出来。哎，我们现在还是晚上睡觉或者是看书的时候，那边嘣嘣嘣的墙在响，嗯。一会儿撞脑袋，一会儿在踢足球。对，一个人一个。现在他们分开房子了、嗯，是撞到墙上了，嗯、一转身啊、嗯嗯，小孩子睡觉有意思。好的，嗯。中午还是有一点午睡最好。是的，嗯，不舒服。好。26分钟，现在几点了？现在我们还有。现在还有个半小时，我们差不多了。好的，我们现在就走。所以今天的话题，观一观风景，是从今天的话题是从花对花柳对柳开始的。对，最后呢也没有离太远。对，是从床上滚下来了。对对对对，有花有柳，有王八，有绿豆，何辙押韵？何辙押韵？那就是张打油的诗啊！是，在这一片优雅美丽的地方，讲着花柳和王八绿豆。再见。再见。好美。